大家好，我是豪。很久没有拍鬼故事了，然后我今天走，我上次要讲鬼故事啊？当然要啊！他妈的，快疯了！我上次不是有跟你讲啊？所以我们今天结合了夜访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因为上次有人说，就是这是一块地嘛，然后是有人有挂人家的名字，就地这块地是别人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讲出这个地方是什么地名哦。所以不然那个人提告我们也是有事情，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夜访，啊，然后到一个点，那个点是一个凉亭，然后我们会在那边讲一个鬼故事，那就走吧，开始吧，走吧。哎，我手电筒呢？好啦，根本觉得我的灯比你还弱，根本就不需要你，不需要阿吉的灯啊。怕阿吉，阿吉你要看路哦，阿吉你要看路哦。好啊，帮你照脚。注意看有没有蛇哦。对，注意看有没有蛇。被咬到，如果真的被咬到，你要看一下它的那个花纹是什么。啊，不然你到医院，你不知道它花纹是什么，没有血清，立马血清，眼睛马蹄错晒。这个是大晚上来，其实还蛮可怕的。就是要带灯啊，哦，很喘，我很久没运动了。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我要来这边拍啊，然后我有跟我大学的同学讲，他说那你们要不要来任务，我说你又要搞什么，他就说都市传说啊，我说我不要，说我晚上去半夜我跟你搞都市传说，还在山上，神经病啊，对，还在山上。他说那我刚刚那你都市传说要什么，他说以前不是说晚上不可以吹口罩不可以唱歌吗，唱歌，对，有这回事哦，就是晚上不可以吹口罩，然后在晚上唱那个泥娃娃跟那个妹妹变的洋娃娃那首啊，神经病，好像会招魂的样子，不要乱讲。然后他叫我拍，我说我不要没事找事做，我就是平平安安的走完这条路啊，我要的东西。可是上去讲故事有点可怕哎、你确定我们回去是安全的吗？没关系，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人是怎么样？而且我今天来这边做一个万全的准备。你知道什么万全的准备吗？什么？我带了一颗大心脏来的。大心脏？大心脏。你说这个凉亭？哎呀，有点可怕。而且重点是没有灯哦。那边的凉亭。看到这个凉亭，我有点怂了。有点不想讲哦。不是，我有点怂。这两顶啊，哎呀，上面应该还有一个，上面应该还有一个，爬上去啊，走吧，很累呢 ，Go， 不要了，这边就好了，不行，这里就好，我拒绝，这两顶不好，好，阿吉掉红怎么办呢？不会啦，现在比较没有那么累了吧？阿吉有点喘。哎、好、应该是在上面哦。哎，还有一个地方啊，挺可怕。我老实讲啊，我为什么会拍这种影片，你知道吗？你有看过玩狗的影片吗？没有，我是他的粉丝啊。玩狗？他都拍一些都市传说什么的、然后。看了看了就觉得很好看啊，所以我也想跟着拍。神经病啊！然后他通常都是一两个人来，我是很佩服他们的胆量。太猛了！我们这样三个人来，我还有点怕怕。他们应该很年轻吧？没有，我觉得他应该年纪跟我们差不多。是哦。不是比我们年轻哦。应该比我们比你年轻啊。你那么老。
靠腰。我们老还陪你们玩这些。哎，奇怪，怎么不见了？上面那个。哦，对了，这上去啊，这里了，这里。第四级。哎，走了，走吧。这个。哎呀。上面还下面。这里就是一个观景台啊。上面下面。上面好了。到了，到了。那我们的任务先等一下再开始，先让我喘口气。那现在在我喘口气之余，先让大家看看这边的夜景。晚上可以带女朋友来哦。两个十块嘛。我宝贝说，就是几个问题，就是说这边有没有好兄弟，然后我要在这边拍。这不用问吧，这一定有的、啊。还是要礼貌问一下。哦。然后我要拍这边拍一个鬼故事的影片，然后就是可不可以这样？如果他不可以的话，那我们就不要拍了。好。就当做这是一个探险的。好、哦。来吧，这里，你过来吧。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下，就是这边有没有好兄弟在场？那如果有的话。就给我一个信位。好，那就没有嘛。可是我觉得基本上是有啦，那没关系，我继续问下一个问题。那因为我们要在这边拍鬼故事的影片，然后就是希望他们不要见谅，我们不是来打扰他们，我们没有恶意。那如果允许我们拍的话，就给我们一个信位。啊，可以。那今天我要讲的鬼故事就是之前我在一个社团，那因为我们那个社团是灵异故事，还有一些照片啊，还有一些影片的交流。然后因为我在那边也有分享一些故事，那这是里面的其中一位网友分享出来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故事是这样，他有一次就是跑山嘛。那一个人跑山就比较没有噪音，然后他在跑山的过程中呢，就是有停下来休息。那在停下来休息的那时候，他就点了一根烟。好，点了一根烟。我都可以借你。哦，不要，那个打马赛克不要。然后点了一根烟，就是休息一下嘛。然后他就觉得他背后凉凉，他就看了一下四周，他发现起雾了。然后他就起雾，他就心里就想说，该不会又来了吧？应该没有那么准吧？然后后来他就摩托车就发动了，然后烟叼着就继续骑，然后骑着，也不知道为什么又回到刚刚他停下来的那个地方。他看了一下路标啊，还有一些场景啊，完全一模一样。那这就是我们民间传说俗称的鬼挡墙。然后他就很紧张。他就说，要解鬼挡墙的话，其实童子尿最快，对吧？是啊。对他们，我其实有 Google 啦，童子尿真的最快。那时候就很紧张，他也不是童子，又不是小孩。他那天试就好了。啊，不好吧？他那天试啊。好，那他不是小孩了嘛，也不能说是童子，他尿尿也没有用啊。他就是想说，那怎么办？就等他过。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跑出一对母子。那对母子就说，那他们是准备下山要去买东西，然后就刚好遇到你这样，然后他就跑去跟那对母子说，那不好意思，因为我遇到一点状况，可不可以借你的小孩一泡尿用？然后那个母子妈妈就跟那个弟弟说，他要借他的尿，然后弟弟就是说，哦，好啊，那就借，他就撒了一泡尿，然后就雾就散掉了，然后那对母子就跟他说，那我们下山了。然后那个网友就跟那个母子说，那就路上小心，因为山上嘛。然后他回去就顺利平安的回到家，回去之后他就睡觉，他睡觉的时候就一直梦到有一个小弟弟一直在跟他说，哥哥我好想吃糖哦，这样。然后他心里想说，
那该不会是那对母子吧？因为那个小弟弟长得很一样，而且他那时候看到那对母子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地上的草的关系，还是那对雾那个雾的关系，其实没有看到他们的脚。然后他隔天就是去拜拜这样，然后回到他的那个龟量墙的现场，就是烧一些金纸啊，然后放一些糖果在那里。好，那我的故事就到这边。大家好，我是阿成，现在要来延续上一次那个阿豪讲完的那个房间宿舍房间的那个故事之后，我在遇到的事情。你的艺名不是阿叶吗？阿叶是哈，阿叶。啊好，前面那个帮我逼一下。那不行。好来吧。然后那一天呢，因为我上的班呢是比较。我算是轮班的啦，然后他们都是早班，所以每一次都是剩我一个人在房间睡觉的。然后阿豪那天讲完那件事情之后，那一天的我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发现什么？因为我们的那个宿舍的那个床哦是木头，然后我就听到一直有人在那边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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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想谁啊？谁这么闲？下班了回来敲我的那个床干嘛？然后我就想说算了不理，第一次想说算了不理他，然后后面想说还在敲，啊现在是怎样？是想要让我生气是吗？然后因为我们为了要好睡觉，所以我有用那个棉被把我的那个地方挡起来，把我睡觉的地方挡起来，比较不会有光这样。然后我想说算了，先看看是谁，看有什么事情这样。但是那时候的那个情绪有点不好，然后我就想说，我掀开的时候想说干嘛？第一件事情想说就是吓他，这样看是谁，这样谁倒霉，谁被吓到谁倒霉。然后一打开，没有人啊。好像，可是那个敲木头声音那么明显，啊没有人，啊不然到底是？然后后来想就探出去看看是有谁在那边玩这样，然后面想说没有人啊，然后站起来打开门是锁着的，应该不会有人进来。有人进来应该也是开完门不会锁的，对。然后没想到应该是那个吧，好吧，算了。重点是，他在敲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是不理他嘛，然后就是过了一下子之后，发现有人在那边叽叽喳喳，然后两三个人在讲话的声音，因为那种他们如果是他们的话，他们讲的东西我们听不懂，我们就听到了叽叽喳喳的声音，好像不知道是也不像老鼠声音，但是就是有人在对话的感觉。然后边对话边敲，还有在笑的，然后，好吧，早一天去拜拜吧。自认倒霉。哎呀，那就算了，也不要理他们这样。好，那你那个故事是发生在我看到那个之后还是前？之后，我记得是之后。那如果不知道我那个故事，可以再看我上一集。我有一个，对，我有一个四个精短小故事合成的，它是里面第四个故事。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里。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按赞、分享、留言。